林点点挑战麻辣。会辣吗？会辣吗？挑战超辣的酸辣汤。你是挑战喝水还是吃这个面？只有我在吃辣椒。来，我来。一个汤匙就好。你要喝看一下。好，这样就好。对，这样就不会。好，这样。你要先准备水。嗯嗯。还好吗？没有，它不辣就不要喝啊。那你辣吗？辣吗？辣。挑战失败。第二次挑战。你煮的这个。换我了，我要试试看。对，这个。哎，爸爸，我也要试试看。你根本就没东西啊！作弊啊！你也要试试看。你为什么作弊啊？我也要试试看，爸爸。这么多？来，哎，你都还没试口味就在喝水。我已经喝了。想到吃的，不要在那边框框框。成功。快点。啊，你要挑战背妹妹。很难的，而且我的动作。来啦！跳起来的时候抓什么什么？对啊，抓大腿。好痛！好痛！妈妈，我好痒。点点要配合跳。好。跳上去一点，跳上去了。阿妞，你要准备抱他的腿。好。腿，腿，大腿。算了，失败。不要。先不要过来了，过来就一直冒烟了。还没有喝阿妞。不是啊。我不是想喝阿妞。我去拿餐具。好了，而且刚喷1、2、3、4，都点了餐具，有错吗？我们继续玩。妹，大口，没有办法录影哦，大口吃哦。啊，妹，啊，加油！阿妞，不要这样对人。你说我不要吃太大块，嗯。看表情，难吃吗？会辣吗？那个，妹，你在干嘛？会辣吗？微微有点辣，内辣，没在辣。没在辣了，妹跟车马了。老师的蛤蟆鸡蛤蟆
的对不对？你要等一下，你都要自己来。牌子放，牌子放。好。啊，你要牌子放进去，那前面二十三，对啊。不要不要，这边有。整个人都快飞起来了。